港基督教医院社区护理师邱玉珍是鹿港的新妇，她个子娇小，但守护社区健康的力量无限大，每日带着24公斤重的健康行囊，下乡服务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的自然。她在乎社区长者的体重和腰围。你知无？我较重啊。啊，你九十五个。我十五，啊，我唔超百外。她在乎长者的饮食营养和安全。啊，等下转营养学啊，较细腻。哦。今天准备锅是什么？红烧肉，鸭煮烂一点。他协助开办鹿港阳朔社区年长者营养午餐的服务。阿姨哥，来哦！哎，到等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啊，无啊，今仔吼，专工吼，有来这，你是鹿港基督教会医邱慧珍小姐，你听看嘛。他带领长者做健康操。3、4、2、3、4，指导长者急救训练。好啦，预备。1、2、3，压！他和医护团队到发电风车近在眼前的偏乡渔村提供医疗服务。从医疗站器材准备、张贴巡回医疗宣传布条，到广播放送，都乐在其中。我们的医生、护士，在这为大家服务。社区的阿嬷很高兴陆基把健康关怀带到偏乡，他为阿嬷量血压、测血糖。心跳大概正常会不会不会？会啊，真赞呐！妈也小看听一下哦，哈。礼拜哦，过来领一家过年好。阿姨讲会使卖食物，阿较早食。先去购购物中心才可以哦。他探视居家阿嬷。阿嬷，你好，你好啦，我今天来给你看一下啊。你要给你看。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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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嫁好翁阿婆，啊，太大字。哦，嫁好翁阿嬷，我嫁翁啊啦，嫁翁无太大字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十年努力守护社区健康。哦，这个医生吼，是咱鹿港的媳妇，社区的查某囝。阿明，上来。